在帮他打车。明天我陪他到了，好难。北面的，开始一会灯哦，暗了，灯慢慢亮起来了，马上开了，再把灯慢慢点亮。城美右岸和平公园呐、啊，这边过来是彩虹公园，过来就是彩虹和平公园，过桥过来，桥过来这边是彩虹和平公园，这一边就彩虹和平公园。塞车了，环东大道，今年了在环东大道，下面了在极点大道，极点大道很短，
真的这么近，大人也放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应该可以。那进去了，进来骑了。那怎么算？这么远，有什么可能再试一下？山南京东路五段，买了五大一，这个是很搞笑，一下子公开机，有干，是，没有问题。彩虹公园灯亮起来啊、哦！因为灯准备要开灯了、哦，那你看这里亮就要关一关，就要拆下来，农过农历年以后，一月十五。比较短，因为堵车了，所以它中站，对，中站。但是中站跑过来，再走回去。无人公园呢？四十四啊，台北市公三军总总医院走呢？对，嗯，哪个人？我当这样算了，支撑前进。这边支撑运动，这边那是伏地挺身，啊，这跑的伏地挺身呢，这边腿后肌伸展，这个腿后肌伸展，啊，这什么呢？什么松？落雨松吗？落雨松应该是落叶了，这里是很松，不散了。五叶松，不知道。那我要干嘛？我要去搞。讲话，讲起就等过一段去。你要去时要看看，看一点啊，你不要讲话了，你想怎样？你不要讲话，你要讲话。城美走岸，基隆河啊，清水脚踏车道，左手边是城美走岸和平公园，右手边是美堤和平公园。哦，这多种哦，
美堤海滨公园，啊，这是彩虹公园，彩虹海滨公园。嗯，有啊，都有人抢。环东大道。上面是环东大道，下面是路桥，南京东路路桥。这样子塞车过来了。下班时间，现在是几点？五点，刚好五点，五点四分。五点九分，能看到吗？那是警察的，警察在道路的，在底下警察。不是啊，是半边讲的，半边走。他看要下来，当然玩的。又要厕所，厕所蛮多的，桥下也有厕所。厕所旁边，不要再走了，嗯，还有需要看，地上去。哦，那，那是什么？没有看到。我去到了下面，这阿弟住在后面，宾馆呢？没有看到你，应该是下令了，要准备回朝了。不担心。对，下令了，对，下令。鸟不少，再放这么大声，再给人家感受一下视野。广告灯开了，还没有全亮，再慢慢亮起来，更喜欢那亮。
叫我声，我都信过迄车身呢。鸟声可以信过车身，你看多少呢？这是城美左岸和平公园。城美左岸和平公园。不是在跑的，还有在当地转的。彩虹桥。十分钟，重来一次。大紫薇，他们就是大紫薇的。运动场。这都在建轨呢，走道这次都是刚建过的，这个有大手呢，嗯，手是爱情嘛，这边也有，哦，这边更多，他手是爱情，你找样，你找好，那好，这不离婚那就对了，哼，那你钱。男女前门都不会离开啊，这边又有彩绘，这边又有彩绘。那边的啥子的？我这里呢，这里。啊，等等。嗯，可以写。彩虹桥。嗯，这个太好了。大爷。那是大爷。进来就行了。4K 拍摄，4K 四十，十二。
什么意思？事实是它的画质还是容量？